林信宽投进了第一个 field goal。哇哦！中路传出来，林信宽外线出手了，是林信宽第一个三分球。进攻时间快到了，要拆弹了。哇，巴西守得非常精彩，林信宽竟然拆弹投进了。这一球是用投的吗？怎么有办法拿到亚裔的金牌？林信宽外线再来一颗，有一就有二。哇哦！哇哦！林信宽真的是强心脏啊！贾旋结果这一球传了，被林信宽抄走，自己一条边上篮。哇哦！林信宽可以说是一个人把台北云豹打回到这场比赛里面。再会给林信宽，三分球进。信宽，信宽倒是很有信心，第四次出手投进了。他就是有办法利用自己的错位轻松的。哇，李信宽，金牌信宽。今年的颗粒是真的很扛啊，去年的好 partner 艾德受伤，林信宽上半场第三颗三分，给到状况不错的林信宽。哇，信宽的第四颗三分，54-47。然后给转移之后，外围三分，林信宽终于投出来了。克罗马高定位，再给到底角，林信宽出手进。你看他出手很舒服，对。切入的一个位置被掌握，不过传到林信宽外线的出手再来一颗。哇，第三节三颗的三分球，哎，威廉斯找到进攻篮板，回到林信宽弧顶的外线三分球进，第四颗了。第四颗了，外线的出手没进，高进人找到进攻篮板，林信宽大号的三分球再来一颗，再来一颗，哇！在中场回来，他到底吃了什么东西？都给我来一点，并没有把球给灌进去。克罗马交给林信宽上篮球，林信宽直接拔起来了，林信宽。所以我说林信宽他能跑动，球依然拨了出来，林信宽最后捡到这颗球，直接往前来带一个，要来挑战了三个，这个脚步踩得漂亮，上篮两分，这个直接被拍了下来啊。林信宽现在想要自己一个挑战两个，这算 and one。 哦真不愧是金牌宽啊。高进伟再给林信宽wide open 的机会，他把握住了。哇，找走了林信宽，现在自己带步往前，看了一下这球上篮有。陈红给到 McGree， 直接要抛给到禁区，可是被挡了一下。林信宽再度的超截成功，林信宽现在要上去。林信宽在第三节的比赛两次的超级成功，转移的时候被林信宽拨掉。哇，猎鹰进攻出现很大困境了。那现在林信宽切入上篮得分，由防守带动的转换快攻。威廉斯现在来到场上，外线林信宽，这个绝对防守出了问题哈。转身再传，林信宽三分球进。这应该要对位，这麻烦了。林信宽的外线其实不大能放。蒋玉安给到克罗马，转换过来再交给左边林信宽，底角的三分球投进了，他非常的振奋。哦，来受到一个限制哦。林信宽投进了三分球，总算是帮云豹止血了。对，终止了这一波7-0的一个攻势啊。小安的超球来讲是非常非常的犀利啊。才说到超节，又是小安的超节，然后带动林信宽的 and one。对，而且林信宽这球非常聪明，然后看到拉巴西已经算脚步，就要准备起跳，这时候做一个假动作，获得了 and one 的一个机会啊！啊，信宽好球啊！林信宽上篮得分，出手没进。今天他们外线实在不够准啊！对，克罗马再给林信宽两个配合，又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转换快攻啊！现在场边出现暂停啊，林信宽打得笑颜逐开啊。